那么妈妈，你累了吧？你快坐下。好，宝贝。妈妈，你口渴了吧？我去给你倒水。妈妈，你喝水。妈妈，你肩膀酸不酸？我给你捶捶肩膀吧。嗯，瑞贝卡真是妈妈的好宝贝。好吧，我们回家吧。你看看吧，佩奇，你好好学着点儿。啊，妈妈，我学会了，我学会了。哎呀，我好累呀，快让我坐一会儿。哎呀，我口好渴呀。妈妈，你快给我倒杯水。哎呀，我肩膀好酸呀！妈妈，你快给我捶捶肩膀。佩奇，你是不是学错人了呀？妈妈让你学的，可是瑞贝卡怎样孝敬妈妈？你怎么学起兔妈妈来了？哈哈哈，太好玩了！妈妈，我跟你开个玩笑的嘛。妈妈，你快坐。妈妈喝水。妈妈，我给你捶肩膀，怎么样？我是不是也和瑞贝卡一样懂事啊？嗯，好好。